下的公民，大家好。事务地区的行动管制令执行期限已延长至2021年2月14日，而嘉博省的执行期限已从2021年2月2日延至2021年2月16日。但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之下的区域，乃将执行至2021年2月14日。执行行动管制令期间，建议公民不要违反沙劳越州灾难委员会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例如跨区。如果跨区，必须获得警察的许可，公民也不允许离开家，仅允许两位家庭成员出门购买家庭用品。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发生紧急情况时，仅允许三个人，包括患者，去诊所或医院获取医疗资源。餐厅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建议打包并带回家食用。公众也可以参考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站上有关行动管制令标准作业程序的信息，对于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区域，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期间不允许的事情是涉及群众集会和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社交活动，在所有州属和县市移动或跨区域必须获得警察的许可，如有违反标准作业程序将受到罚款。根据行动管制令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政府也宣布了从2021年1月11日至8月1日的紧急公告。为了更加严厉地克制和预防新冠肺炎的传播，并且摆脱新冠肺炎病毒的侵袭，为应对新冠肺炎，随后将标准作业程序设置为餐厅营运，并允许小贩摊位照常营业，必须保持一米的距离，避免3C crowded 拥挤、confined 狭窄和 close conversation 近距离的接触，并且实行 3W 个人保护，也就是 wash 洗、经常洗手 ；wear 戴口罩 ；warm 警告，始终保持警惕。熟悉这些新做法，养成生活新常态，让我们一同打破新冠肺炎传播链吧。此信息是由马来西亚新闻局传播的。